第九日大地动了后，廖秀玲佮老撇的红阿婆，为美国倒来台湾佮中寮来住，专心来推动教育佮社区关怀的工作。除了甲工厂刷到家，和妇女朋友有头路，嘛来创立阿妈报工房，互较侪阿妈有代志做，有钱下赚。厝内底嘛专工做一个册房，和将来囡仔有好读册环境。伊安尼付出，得到国际蓝星交流协会肯定来得奖。因为蓝星的宗旨就是女人帮助女人，那奶奶在现在的社会确实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。因为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，还要付出这么多的心力在其他的妇女身上，所以呢，这些都是我们蓝星姐妹呢很值得学习的对象。为了恭喜老撇嘞，得到红包绝奖项，为地方妇女朋友所付出嘞，一群人是专程到中寮来拜访。不过，伊真谦虚，讲会继续努力。那在我们中寮这个地区嘛，弱势家庭也很多，那也有很多的外籍妈妈，那手艺也都很好。那我会再努力下去，能够聘请更多的妇女。让他们有工作，不要很辛苦的跑到外面去。那一方面可以照顾小孩，也可以照顾家里。协会表示，六撇的是台湾区得奖者，了嘛将代表各分会、政治部甲其他国家人员来参与评比，甲伊对社会贡献，互较侪人知影。中寮阿妈赞。记者林信采访报道。